我这今天叫大来宾、哦、看到他我要肃然起敬，肃然起敬，真的真的，我艳母哎，我艳母也是名人，名人名人。从我出道跟姑姑认识到现在，对，我所有的新闻报道，他都会把我收集起来，剪好，然后弄成册。妈，你那时候为什么不想收聘金？我是嫁个查某囝，不是卖猪呀。哦，但是恁即马恁查某囝变猪。你说你看阿妈，来来来，跟各位介绍一下，她就是我漂亮的岳母。哎，你看八十几岁了还可以保持这样子。不知道，我跟你讲，哎，阿妈爸，我们要来拍，真的吗？你唔知我要来啊？我唔知啊，我再去搞点就出来啊。我说我不知道你们要来啊，我就想讲我就规定啊，鼓掌，我们坐好，好好跟阿妈聊一下，好不好？好 okay, 好，来来来，我这今天叫大来宾、哦、看到他我要肃然起敬，肃然起敬，真的真的，我艳母哎，我艳母也是名人，名人名人，我睡不？啊，是啊，哎、哦欸，八十几岁啊，搁保持个安尼。八十八岁，我想阿嬷什么大风大浪没有见过。阿嬷以前年轻的时候是在哪里工作的？哦，阿嬷在法院工作。阿嬷早期受过日本的教育，阿嬷字写的比我们都还要来得漂亮。哎，然后我们要讲的是阿嬷很让你感动。早期新闻都是怎么样买报纸嘛？阿嬷都会怎么样来？从我出道跟姑姑认识到现在，对，我所有的新闻报道。他都会把我收集起来，剪好，然后弄成册，这样大概弄了好几十本哦。对，有吧？有，今麦还够有吧？有啊，有啊。啊，你拢有加加起来？对啊。哦。Oh no！ 哎哎，鼓掌！阿妈对你讲话态度就很好，对我就对啊。安尼看了知影食较友好啊！我是女婿耶，你是大长孙耶，大长孙对你那么客气干嘛？这也是啊，嗯，哎，真的88岁，头脑还非常清楚耶。为什么？这也是今天要访问阿嬷给大家看。阿嬷吃素吃了几年了？50岁开始讲到今嘛，而且是纯素哦。而且用过那个荤的锅子，阿嬷也哦，也没办法，哎，超麻烦的，超麻烦的。来来，超麻烦，你感觉阿妈你超麻烦，没有啦，没有。其实我岳母对我真的很好。我第一次认识姑姑的时候，然后姑姑就把我带来花莲，然后见岳母。嘿，当初你第一次看刘阿姨，什么感觉？那有什么感觉？是人啊，嘛是人啊。你无感觉我拢查某囝啊，甲一个歌星做伙安尼，你一点啊兴奋感拢无安尼啊？歌星做伊歌星啊，甲我也无关系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后来跟姑姑感情呢、啊、越来越好的时候，不是要订婚吗？哎、欸，要订婚了啊！订婚不是要聘金吗？阿妈，你收阿姐？嘿，我跟你讲，阿妈没有收。哦，那、啊、你就真的拿回去啊？我拿回去啊！不要脸！对阿嬤就说你对我查某囝好就好，安尼就好，安尼就好。阿嬤，你那时候为什么不想收聘金？我是嫁个查某囝，不是卖猪呀。哦，但是恁即马恁查某囝变猪。姑姑掉头去。你说你看阿嬤。好啦，阿嬤。你感觉高中对姑姑有好无？啊，都嫁都嫁掉啊，烦恼遐要要创啊。哦，啊，你家己过了快乐就好啊，对不？阿嬷身体健康，对我们这些子孙，其实都是最大的一福报。真的，因为我们不用哦，一直去烦恼说哦，我长辈，然后他身体有问题，然后在医院，我们要长期去照顾他，什么之类的。阿嬷那时候就也是讲啊，他就说我身体健康，麦打恁找麻烦就好啊。心态真的是这样哎，真的。哎，阿嬷，你奈安尼遐高兴哈？阿婆是要创啥？啊，多烦恼，安尼阿来未食未困，安尼该好。哦，对，我真的认识阿嬷到现在，阿嬷就是这种很豁达、很乐观的这种心态，不会那种纠结。不，没有没有，他不会纠结。但是白话文是，你们怎么样，干我屁事啊！
我感觉过了快乐，欢喜就好安尼啊。其他无坏代志。阿妈，我跟你讲，真的是非常豁达。豁达。我有一次打电话给阿妈，我说：“哎，阿母啊，阿你在做啥？我咧单戏。”阿妈是这样，阿妈常常这样讲啊。哎，他真的，他就是很豁达。那阿妈，你看心态就很健康，而且我阿妈还会玩什么？哎，他现在还会玩电脑，还会跟人家传说对决。哇，真的没有啊，没有。明星三缺一啊，明星三缺一哈。还有玩脸书，看孙女啊、子女都在脸书发布什么，大家在做什么，默默的关心着，默默关心。哎，是是，常常跟阿妈聊天，阿妈就会讲她以前日本时代啊，没东西吃，然后连树皮都拿来吃啊，什么。之类的就很辛苦，而且哦，阿嬷是一个人在早期那么资源匮乏的年代，拉拔五个小孩长大，你看阿嬷多厉害，真的，而且是一个人，一个人，对，阿嬷你是安怎出来？嘛是同款安尼出来，我袂参与，即嘛少年的，卡袂着都要哀哀叫。Oh no.来那么多天也没有排到一天可以来跟阿嬷好好聚一下，就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阿嬷怎么样。看了之后就知道我讲话为什么会那么冲了。所以你有阿嬷的遗传，理所当然。那不知道我们这次来到花莲，想说就来看一下阿嬷。阿嬷今天你有欢喜不？无欢喜。为什么？阿婆甲讲阿豆阿伯是甲骗。善意的谎言啊，阿嬷，给你一个惊喜啦！妈，你要惯习啦，我会骗三四年啊！你骗个钱嘛，你看，阿嬷最爱喝咖啡的，每天早上喝一杯咖啡，她就很开心。好，那要给阿嬷一个怎么样？不是，要给阿嬷的红包也要大包一点，你是这么小，你嘛拜托的。哎，咱查某囝都卖我嘞，嗯。无你打聘金拢包顿。你阿妈都在笑了，一个红啊，身体健康好，私下你自己在家嘛哦。好，你大家哈哈哈哈哈，大家阿妈你讲哈哈哈哈，你念一下，大声，来，较大声。我咧念袂出的呀，哈哈哈。你念咖啡的咧，哈哈哈。烧啦，念落，哈哈哈。啊，你有啥话要代讲的？看你你有啥话要代讲？先来讲啦，先伊啦。我免啦，我对恁查某囝算足好诶、哎，我全部身家都给他了呢。嗯，也是。一通电话都恶卡。哦。好，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。有当啊卡过卡未通。你卡哦，伊卡未通。这唔阿你哦，连我卡伊嘛袂接。够了，够了，来来来，够了，过来来来。较早休困嘞，唔通个身体不管好。哦。那一次开刀，阿妈打电话来。哦，温孙开刀，怪我看新闻才知哦。啊。无甲阿妈报备。怕担心嘛。哎、欸，你是长孙嘞。啊，没有就怕他担心啊。所以你看，我们有这样的阿妈，所以我们就很乐观也很豁达、真的，真的。好了，姑丈有开心啊，见一下阿妈。哦，对对 对, 对，有抽空。没有没有，晚上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阿妈家里坐一下。对啊，暗时啊，龙牙后再去催你。我家请你吃牛排哦。阿妈吃素啦，吃素啦。